因为小时候妈妈就带我去学习各种才艺，参加各种比赛，演出之类的，所以从小就喜欢在舞台上那种万众瞩目的感觉，所以从小就想当个明星吧。4岁半的时候，妈妈带我去学武术，因为那个时候身体特别不好，然后胆子特别小，为了强身健体。之后又带我学了口才、唱歌、快板，还有好多，现在已经记不住了。然后到了2008年的时候，喜欢上了 breaking， 然后一直跳到现在。一开始学习 breaking 是因为感觉它很有意思，然后去学。之后学了时间长了，就已经把它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，生命里的一部分，就非常爱它，所以一直跳到现在。大家庭嘛，因为身在异地他乡，身边没有亲人，就只能把 Seventeen 当成亲人去对待，所以相处得很融洽。因为在 Seventeen 当中只有我们两个中国人，所以我们两个相处得特别好，有什么说什么，属于那种知心朋友吧，他平时也能帮助我好多。对于我来说，他反正就是在韩国是不可以没有他了。最开始去拍正式去拍摄电视剧、电影以及广告的，当时是因为我和妈妈就是去公园玩的时候，然后就张家辉大哥正在那个公园拍摄一个电影还是广告吧，然后当时就小时候性格很活泼，然后就导演就第一眼就看中了我，然后就叫我，哎，你有机会可以去面试一下，然后就得到了第一个机会。妈呀，可以了，其实第一印象对他这个人就挺温和的，说实话，就是你别看他就是外表有着一副就是很可爱就是很小的外表，但是说实话他有着一颗和他外表截然相反很成熟的心。我俩就比较相反吧，可能我看着会比较老，他看着会比较挺小，然后但经常是他会催我，比如说出门之类的，我经常会就起床起不来啊，会偷偷摸摸啊，然后又要洗澡又要上厕所什么，他就会经常催我，哎，你快点起来，时间不多了，快点换衣服，快点走。然后就来练习室也是，其实挺感谢他的，不是他的话就来练习就经常会迟到了。其实说实话的话 Seventeen 就相较于是合作的组合来说更像一个大家庭吧，因为
我来韩国也有2年了吧，就2年的时间内就和父母分开了，只能和在韩国也没有朋友之类的，就每天和成员一起练习啊，一起生活，晚上一起睡觉，然后一起吃饭，跟家人的感觉一样，就像跟亲哥哥亲弟弟的感觉。我对森廷未来的目标的话，就想快点出道过后，不止在韩国，也能在中国去更好的活动，能把我们森廷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我们的中国观众朋友们。